哎呀，我仓库里啊，仓库里是什么？龙头，洗菜盆的龙头啊。给客户晚上打电话说家里的水龙头想拆过来自己弄的，最后弄不了。我先把我仓库里的货啊拿一件，你看见旁边都是堆着货啊。哎，我们都是仓库里有备的啊，这个是蛇心的，赶快走，赶快走啊！家里不能用水了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嘿嘿，大晚上了还在工作啊，看见。后备箱打开，好了，看见，把我们后备箱东西取出来，龙头上楼梯，上楼梯的啊，把东西取来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给客服们服务啊，哎，看见几点钟了啊，大晚上了啊，看你们要上楼梯，赶快为客户解决问题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别慌别慌，哎，看见啥情况？你看见客服箱自己搞的。哎，一看你就管子爆裂的，又是这种黑色管子啊！你看见，又是这种黑色管子，看见没？哈，这个管子龙头送的，他说前一个月有一个人跟他换了一根管子，另外一管子没有换。我说这个傻蛋，就是看见我这个是高标准的啊，高标准的那个软管，看见没有？装上去了啊，这款龙头呢确实是好，呵呵，白锈钢的全了啊，嗯，好了。管子内也是高压管，装好了啊，试一下开水，看见嘎哒嘎哒嘎哒响，哎，弹奏色的啊，实心的龙头，好，开一下水，试一下，水来了，好，正常使用，冷热水，打开热水啊，好嘞，热水好了啊，看见没有，咕噜咕噜咕噜响了啊，好，这一单完成，哪家需要，赶紧找我，单样造水发，水发，到你的。